最近我買了一支雀斑筆，夢寐以求。以前買那些刨的那些筆，發覺都是不太好用。這支是濕的個頭，就是好像那些叫什麼科學毛筆一樣，但是呢就要很小心地畫，這樣。因為我覺得有斑是很好看的，所以我想那些去斑打斑那些傻傻地，你不要送給我的斑，整面這樣。如果再曬得黑啲同埋紅啲，加埋呢啲油斑筆係好好睇啊！嚇，幾好睇，係咪好睇啊？呢邊係油斑，呢邊係冇嘅。有呢邊油斑呢邊係好睇好多，所以其實我覺得女人天生係應該油斑。你有冇諗過生出嚟啲斑係令到你更加好睇？眼下面這些都是好看的，還有不用怕誇張，因為我覺得這些始終不是真的，它出下汗出下油捽下塊面就會淡了那一點。最漂亮是那些 red hair，red hair 嗰啲，都喺呢度畫多咗添，應該畫得密啲先。嗰啲 red hair 咧，即係好多好多斑嗰啲啊，塊面呢啲我畫得唔好睇，個鼻嗰啲點樣可以畫得個鼻好睇啲？要慢慢有啲耐性畫，即係成塊面都係。斑成片成片，好似蝴蝶嗰啲。個鼻好難畫，但係鼻有斑都係好好睇。其實人有斑係最好睇。即是你的身體生出來的東西，這保護你的東西是不會難看的，即是不會是不好看的。不知道那些人是什麼審美，即是被資本洗腦洗到有斑居然會打了他黐線，我恨不得我整塊面都是這些斑，好像那些叫什麼，我不懂怎麼說。你看看，哇，好好看，現在鏡頭之下是這樣，是不是好好看啊？好看啊，哇，真的是超好看啊。它沒有，它的時間久了會沒有那麼深色的，它會比較，就是慢慢淡，然後一洗就沒有，所以這些都是只能夠買來玩。大家有手指印了人耳毛，好自然，我覺得是差不多，即是這樣，好好看啊，超好看啊，簡直鬼斧神工。我覺得我的對手好像很輕輕這樣點，但是太好看。希望大家不要去整走自己的斑啊。是不是好看啊？整個感覺立刻不同了，比你任何化妝技巧都好看。